啊，鬼呀、啊、神呐、啊，我们都不信这套。哎，根本就没有啊！哎，说相声老早就说这鬼故事，可不是吗？可从来也没见着过鬼。嗯，谁瞅见过鬼什么样？不但我没见过，谁也没见过。这话对，都说。哎，啊，根据巴甫洛夫学说呀、啊，啊，这个叫交替反射。怎么叫交替反射？听了鬼故事以后。在你这个心灵上有了这么种东西、哦、有了形象，走到黑道时候碰到自个儿就来了，老姨夫有鬼。怎么意思？嗯，这干什么？怕鬼拉他。这哪个事儿、哎、啊，你说这鬼什么模样？谁见过？说的可是呢，谁跟他在一块洗过澡？谁跟鬼洗过澡啊？啊，鬼在哪儿住？门牌多少号？不知道。他们那是小组长谁？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事儿，是吧？嗯，鬼神这套我们都不信。是吗？啊，嗯。过去有些人呢、啊，传这些玩意儿。哦。说有鬼呀、啊，有神呐、啊。嗯。解放以后就没有了。是啊。哎，解放初期还有。哦。解放初期啊，旧社会带过来的。是。有那老太太。还供佛烧香，哦，现在也没有了。现在这个烧香人很少了。哎，那阵烧香，年轻人就说：“嗨、哎，您烧香有什么用？您有那钱，买糖葫芦吃好不好？”你看这还实话。哎，可是老太太她那个印象不是这样啊。烧香有什么用啊？求佛爷保佑，我这不是为我，我这么大岁数还活几天？这为你们，哎、求佛爷就为保佑你们。嗯，其实保佑谁呀、啊？保佑谁、啊？老太太保佑那卖香的了。干嘛保佑他呀、啊？您家他不烧香的，卖香的就转业了。对呀、啊，是吧？嗯，那老太太主张啊，最要紧的家里得有个灶王爷。供灶王爷。哎，灶王爷是一家之主吗？哦，一家子没个灶王爷，咱们一家人没头了。你瞧，灶王爷是个头。头。可是户口上没有他，啊，户口本上没有，那多少有啊？嗯，你多少看过警察来查户口？大娘，你们灶王爷在家吗？嗯，请出来，我跟他谈谈。是，哪给你找去？没有这个事情，可不是吗？哎，老太太信这套啊，嗯，非常虔心，每天三炷香。是啊，到初一十五还得想着犒了犒了灶王爷。哦，吃顿好的。什么吃顿好的？犒了犒了吗？半碗茶。哦，半碗清茶。哎，非得到了一年，这是个大典。什么日子？腊月二十三，祭灶啊！哎，祭灶怎么意思？就是给灶王爷送行。送行？哎，灶王爷在他们家待了一年，把他们所做的事情都给他们记下来，嗯，做了总结，到玉皇大帝那儿去汇报。这，哦，那汇报去了。在这买点草节、料豆、关东糖，嗯，搁那儿摆摆，待会儿拿起来，大伙儿分吃了。车工人吃嘛。哎，老太太把这份神纸佛龛呢给他烧了，烧了，愣说他呀。上天演好事去了，还怎么样啊？还得等他回宫降吉祥。哦，等他回来。哎，可是不买他回不来。那哪回得来啊？买还不能说买，说什么呀？得说请。哦，请。可是不给钱，人家也不让拿。嗯，你要这话竟是矛盾。把这份烧了以后，嗯，又到纸店买份新的。哦，很尊敬的抱着回来了。啊、嗯，走在街上。碰见街坊小伙子，嗯，谁见着老人都要关照一声。那是吗？啊，大娘出门了。买佛龛了，嗯，这不是好话吗？是啊，老太太不愿意听了，嗯，年轻人说话没规矩，嗯，这是佛龛，这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嗯，请，哦，大娘我不懂，嗯，您多少钱请的？嗨，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你看这老太太这。也是假的，可不是吗？哎，过去有一部分人就是宣传迷信，嗯，纸佛穿衣赖佛吃饭，是喽。还有的人披着宗教的外衣，嗯，干些反革命的勾当。你瞧瞧啊，嗯，过去有个一贯道啊，好的，知道，就是这玩意儿，嗯，啊，反动会道门吗？反动道门。专门欺骗家庭妇女老太太，全是受他们的害。我们街坊有个王大娘，哦，这信这一贯道，是啊，前些，哦，让他们给迷惑住了，呵，他入道以后，嗯，满世界引诱别人入道，引诱啊，这不叫引诱，是就是说那叫渡人啊，渡人呢，哎，渡也不白渡，啊，渡一个两块，哦，两块，哎，嗯，你看这买卖也不错了，是啊，渡一渡就两块，两块，这电焊得多少钱？这石头铁管子呢？嗯，我本来不信这套，他非劝我不可。
劝你。哎，我告诉你，侯宝林呐、啊，哎呀，你这个灾难可不小啊！怎么了？说相声的净说神仙呐，神仙都给你们记上账了。哎呦，明儿你们死后下十八层地狱受罪去。嚯，那这怎么办呢？嗯，那我说。说了这么些年了呢，说的是呢，那有什么法子？嗯，我告诉你啊，我救你吧。哦，最好啊，入我们这一贯道。嗯，能把你过去的罪恶洗刷干净了。哎呀，明儿死后啊，能升天堂到极乐世界去。嗯，就好喽。怎么样吧？反正好。嗯，我弄两钱尝尝。哎，什么叫尝尝啊？您不花了两块钱了吗、啊？那您就算入道了。我就该到里边瞧瞧他究竟怎么回事啊！我看看里头怎么回事。老太太一接钱喜欢了。嗯，要真的，和你真入道啊？哎呦，大概你还有仙根呢、啊。哎呀，怎么这么会儿又有仙根了？你今儿入道吗？赶紧今儿就有痰。有痰？我有痰不要紧的，喝点白松糖浆就好了。粘痰呐。今儿有神仙降坛啊、哦，神坛！我说好，您带我去吧。嗯，一边走一边跟我聊，说什么？这就好喽。嗯，死后啊，升天堂，咱们都见得着。嗯，最好入道以后，劝你们一家子全入道。怎么着？一家子都入？我一人还不行，干嘛非得一家子？说的是呢，一人入道哪行啊？嗯，死后升天堂，那道黑不好走。嗯，一家子要全入了道，佛爷就慈悲了，赐你们一盏天灯。嗯，再上天堂，道就亮了。呵。我一想，这怎么，这佛爷对团体的还有优待？什么优待团体啊？那不是那么回事。你们一家子全入道，人多钱就多了。一会儿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就是普通一个住宅。哦，门前什么表示也没有。嗯，带到里边去一看，北房三间，里边挺阔、哦，硬木的家具，嗯，黄缎子桌帘，黄缎子铺团。是啊，啊，他还告诉我很多人呢。什么人呢？那里边有什么那个叫前人？哦，前人。啊，什么坛主？哦，那么。点传师，嗯，还有钱三才、坤三才，嚯、哦，还有两个小孩叫谭统、嗯、啊，谭统、嗯，那两个小孩叫谭统啊，对，谭统，哎，啊，那个谭主拿起香来，嗯，点着了以后，嗯，牵在炉内，哎，站那嘴里直嘟囔，嗯，这是祷告呢，哦，算账呢，算什么账啊？今儿有八个入道的，他来16块，哦，好，算这笔收入呢。嘟囔完了，啪，地下就磕头。你看，磕头不是跪下磕吗？嗯，趴下。他们说这叫大餐。哦，大餐。嗯嗯，我说有牛扒没有？啊，牛扒，那是西式大餐呐。嗯，他磕完头站起来。嗯，我们那王大娘肚子我呀、啊，是还得到神仙那儿去给我求呢。哦，啊，他也。来份大餐，哦，也餐啊，餐完了以后，说了一大套词儿，说什么？弟子王张氏今度到东胜神州亚西亚州河北省北京市相声演员侯宝林愿入我道，今后度人，倘有反悔，化为能穴而亡。嚯、哦！我说你怎么起这么重的事啊？我没缘呀，全是他给说的。你说这倒霉不倒霉？哎，据说神仙对我印象还不错。哦，是吗？没有什么坏的反应。哎，你这还好，让我也来份大餐。你怎么样啊？那我就餐吧。餐吧。磕完头跪在那儿不让我起来。干什么？点传师过来给我点放。点放。嗯，对面。嗯。一指中央会。嗯。万把得超然。我这抓什么呢？嗯，这是干嘛这么胡抓呢？点发呀，告诉我观印绝啊，什么叫观呢？两眉当中这个地方叫观，观又叫天门。哦，天门。哎，他说你没入这道以前啊，天门不开。哦，死后灵魂由打头顶出去，嗯，奔阴曹地府。嗯，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啊，这再死喽，灵魂由打天门出来，嗯，就奔天堂。哦，我一想这也危险呢，这有什么危险呢？一点这儿天门就开了，天门就开了，软桶就输了。哎，干嘛推牌九呢？啊，嗯，哦，这叫观。哎，两手一合，这叫印。哦，这叫印。嗯，绝呢？绝，嗯，绝是嘴里头有那么五个字儿。哪五个字？五字真言嘛。啊，那个叫什么？我现在没辙。不，嗯，不是那个五字真言嘛？啊。那五字真言是无太佛弥勒。哦，你是一贯道。哎，不是呢，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我听人说的。对了，就这词儿。嗯，就这词儿。起来以后给我一铺团，嗯，让我那儿打坐，打坐。还告诉我四季最要紧的话。啊、哦，什么？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遇见大灾大难就念这四句。什么词儿？一进朱皇宫，嗯，
参拜先天佛，哦，定禅新修道，嗯，二六请金瓶，哎，这好又改顶牛了，啊，反正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哦，我念这四句有什么好处？闭着眼睛念啊，念过一百遍，嗯，想看谁都看得见。看谁呀？咱们试试。嗯，我说我父亲死了好几年了，我想看看，行吗？闭着眼睛念，我就念这四句，念过一百遍。哦，别睁眼，嗯，闭着眼睛往前看，嗯，前边出现一个白光，哦，看那白光里有人，嗯，仔细看那就是你父亲来了。那你念了没念？念了二百多回 啊，腮帮子都念酸了。那你瞅见白光了没有？甭说白光啊，连周旋也没瞧见。那你还看电影去吧？纯粹蒙事啊，蒙人嘛。啊，哎，这老太太可真信啊，这是信这个。哎，她有了病，她不信大夫啊，上坛上求炉药。炉药香灰啊，啊，烧股香，跪在那儿等着十几分钟。嗯，香烧完了，拿大碗一蒯，能有半斤多。嗯，你吃一点就得了。不，拿水和全吃了，半斤都吃了，苗不好还接着吃。那好嘛，一连气吃一礼拜。嗯，病也没好。那接着再吃啊？他也不吃了。怎么？拉出屎来跟砖头一样。你这香灰哪能治病啊？老太太这病一礼拜没治坏了。嗯，怎么样？躺床上起不来了。起不来炕了。哎，他让儿媳妇上坛上给求神方去。怎么着还求呢？求来神方就几味草药。嗯，就这药引子不好找。什么引子？人肉汤。人肉哪有卖人肉的？没地儿卖。坛上给出主意了。出什么主意？让儿媳妇在大腿上拉块肉，够二两就行了啊。给老太太熬汤煎药，呵，一连吃了四副药。嗯，老太太也没好，儿媳妇也趴下了。怎么儿媳妇也趴下了？短半斤肉了。对呀，得亏这老太太死了。对呀，你想这老太太要是病仨月，这儿媳妇那非寡了不可，没肉了。哎呦，老太太死了以后，这儿媳妇就哭哦。这还哭她呢？哪儿啊，她疼啊。对呀，听得多不能这么说。